有很多粉丝私信我说一冰人只能是掉下水沟，该怎么嗨上去。今天我故意把车开下来，只为给大家抽一些自家教学视频。像这种情况，一冰的底盘全部都滑在水沟上面去了，不管你是往前面嗨还是往后面倒，视野怎么嗨也嗨不上去的。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关注我，我来用我的方法教大家，在不花钱请教员的情况下就能轻松把车开上去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拉着车上备用的先进点，把前面顶起来，我要把轮胎卸了。为什么要把轮胎卸了呢？接着往下面看就知道了。现在那边轮子卸下来之后，这边明显就起来了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木棍过来，我们再找一个把这个用四两拨清一点，把前面这里翘起来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.现在我们那边轮子已经安装上去了，还有这边的石头也已经垫好了，我们只需要挂入行进档，往前面慢慢开就可以嗨上去了。好，看我怎么把它嗨上去。这个方法有点复杂，但还是能轻松把车嗨上去，所以我们在行车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关注我，大家还想看什么内容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。